来自世界不同地方，聚首同一个音乐殿堂。首先又是香港数一数二中亚中东的音乐先驱 UG， 第一次见到几件加马兰一起合奏两种乐器，有一种很古典很优雅的感觉。本身是一首中国风的歌，所以这样 combine 完之后，我觉得有一种缅甸的感觉。因为配合这个星期演奏家的疯狂，所以我就揀了狂人日记给他们去合奏的演奏一踢过，今晚10:30 Feel TV。